你面前敢给我吃，我就敢打。漂亮，开局来个冷扛的，太关键了，不要在中路浪费太多的机会嘛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哇，中路其实输出也是有的，不过呢获取了一半的阳光来解决二四路肯定没有毛病吧。二路四路都给我来大哥。哦，四路直接来了一个红眼，那么好，二路能那个什么，能紧随其后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二鬼拍门，神仙难挡。中路怎么办？哈，中路到怎么办了啊？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肯定希望来个冷扛的呀，好歹有个大哥能过得去嘛。完了，这巨人一来我就有点没谱了。但是后续跟一个跑得快的没毛病大爷给我冲锋过去，嗷嗷嗷给全吃了。来来来，红巨人，哎呀，没有套路到红眼再砸一下，浪费了点时间。哎呦，我这才获取了多少啊？这才获取了一个多阳光，原本1500，现在3000，总比没有好吧？那还是说啥呢？3000多阳光打两路，我是真的心里没谱啊，哥哥，你好歹先办一路，让我心里有点谱吧。这啥情况啊？这一路都解决不了吗 ？OK， 还是不来。Oh no no no， 这直接解决一个就没办法玩了。OK， 下路来了一个巨人，上路还能紧随其后吗？大哥，大哥，没机会了。烂头坟地上乱又白了座山头，